这熟悉的 BGM， 走吧，我们组队一起去吃肉。肉次方和新风之谷联名啦，超可爱的限定餐点，超大现切牛排，还可以自制双麒麟呢，太刚好矮黑美森。今天带大家来到肉次方哦，回忆当年和同学一起打咕咕宝贝，店内的各角落都可以看到新风之谷的影子，超可爱的。但我今天还有一个任务哦，就是要来疯狂大吃肉，先把前菜准备好。第一道当然要来一份奶油咕咕嫩鸡炖饭，搅拌均匀，一口入魂，奶味爆棚。包入香辣炸鸡的皮卡丘辣鸡挂包，分量厚实，香辣开胃哦。但是这些哪够我吃啊，来到肉次方没有理由不吃肉啊。桌边原肉块现切哦，五分熟我最爱，还有每桌必点的绝品生龙牛和定番生龙豚，再用生菜包肉，有够爽。这么大块又新鲜的现切热眼牛，翻面时刻最动人，超大战斧猪排烤盘都不够放，还有各种和牛、松板猪、精选横膈膜、葱盐牛舌等等，还有各种丰富的海鲜哦，绝对让各位在练功的路上元气满满。最后的甜点，拜托各位请吃芋泥起司烧哦，搭配面包超治愈，还有自制的圣代双麒麟，随心所欲放满料，淋上焦糖就满分哦。吃完再来参加满额的抽奖吧，肉次方太有诚意了。哎哎，等等吃完一起去解忍耐吧。